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Asphon。今天呢，我为了大家来玩一款 Minecraft 游戏，在手机游戏，玩款生存系的游戏。现在呢，做一个世界，生存系列。现在我们要放一个名字，什么名字呢？就放，嘿，这个名字，嘿，种子呢也是这个啦，OK。我们已经调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好，进到来了，我出生那个地方，哎，蛮不错，那边一大堆树，我们先过去砍树吧，否则天就快暗了。大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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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树。哎，快点打多点书，打多点书。跟你讲啊，我做 Minecraft 啊，是我第一次玩吧，所以啊，我有点不太会玩。听说可以把那个难度可以调高一点哦，尽量在这个保持这个态度就好了，因为我不是很会玩，就这样子啦。对啊，还要继续砍树啊，要继续砍树。砍呀砍，砍呀砍，砍，一直砍，一直砍，一直砍，好，哎，拿多一点，砍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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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，砍，好了，我觉得这应该够了，先做一个工作台。工作台呢是应该是啊，按这个啊，取一个工作台出来了，先把摆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对，这种感觉对，OK，现在我们做一大堆木出来，OK，做一大堆木，就我们要做一个斧头嘛，要来砍树，好，这样就快很多，做一个斧头，看有没有掉些苹果，有苹果就好。我看全部都是幼苗来的，哎，不是很好。来，继续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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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。OK，回去了。现在做了间屋子，哎，哎呦，我做错了。做一间屋子，大概放这边一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一个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哎，掉线。我做一个长方形，哎，重新建过。哎，点吧点点，不要烦我。继续。OK，继续，一二。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OK，就这样。来，我们做一个门。对了，现在呢可以做三个门，刚好我要做两个，一、二，进去。做这个压力板。只有一个，做到一个。OK，好。放在这讲究方便多了，看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我看我节目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去订阅我，或者去like 我也可以。好，我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再见。